给你留点东西，给你留点东西。 有点护穷的味道啊！我那两个近战兵没补到，其实挺鱼的。那两个近战兵好补，你只需要补的同时勾一下那个兵的仇恨就可以补到了。可以运瓶子了。前进。 风暴就要来了，我还不能使用，做梦！德黑鸟乱了呀，他阵脚乱了，拉 A 残影 A。 50秒了 ，A 他往前走，拉 A 再往前走，残影 A，A 他，A 他一个被动，补这个刀，继续 A 他一个被动，继续 A 他，继续 A 他，极速服给他无所谓的。 可能是你攻速不快吧，需要点攻速的。他这边回家了，这极速服没控到，其实无所谓的。我这边把线推进去，然后去打野，然后去控那个赏金神符。这才是风暴之灵。德黑鸟目前两个大药膏，一组吃素。 在干嘛呀？啊，能不能不来中，兄弟？你不来中，他是不是死了？
等太阳下山了再用。我来了，像风一样。附身的精灵使我前进，我就喜欢这个。不算好多野，能不能刷？现在在这儿，给你留点东西。抓不到我，哈哈！它属于所有皮肤。前进，本 A 六级了。前进，我方中塔需要支持。你们出到紫苑要搞清楚自己的思路好吧，你这一把抓谁是最好抓的，收益最高的，然后风险最小的。这边可以踢中，这边等骷髅王下个锤子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看到没？哎，我操，差点出事情。能来吗？他们死了两个军团。可以来，可以来，可以来。我等个紫苑 CD， 你有大的兄弟，我等个紫苑 CD 啊。我看塔分砸他们了。下路能打？干他呀！黑鸟不在呀。直接决斗，我直接滚。哎，他妈说好的每家攻击啊！兄弟们，解一手给我！哎，哎，没注意啊！流浪，流浪，屠夫。
难了。把这家伙，决斗跟一下兄弟，获胜。